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中午12:30哈。摩托车检查了一下，机油也不缺，这个冒烟筒那个螺丝拧了一下。今天呢准备跑往丽江，大概导航看了一下，有个160-170公里。摩托车上次加完油呢是5885，刚刚我看了公里表是6215，跑了330公里了。这里呢刚好有个加油站啊。都是加的他家的油，咱呢把这次油箱加满，再测试一家伙，看看一公里划这个多少钱的油啊？看百公里油耗是多少？这是跑的山路实测，特别准。小白呢，现在是光想着这个篡位是吧？啊，老是坐我的位置，去后边去。这个加的特别慢啊，咱看看到底这330公里得用多少油耗。大家算一下吧，现在是15升3，120块钱吧，将近跑了330公里。这个油耗呢，它有时候上坡跟下坡还有挂一档行驶它的不一样哈。基本上我感觉平均得在4毛那里吧，啊，现在呢往丽江方向走，哈，还有个100来公里。往丽江方向走呢，路过这边，崇圣寺三塔啊，这个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这个村呢叫三文笔村啊，在这里吃点饭。这边很多卖帽子的哈。得多少钱这样子的？这种啊，20。啊，便宜点吗？2块钱一块。要一个。啊，一个15块。啊，这个好还是那个厚的好？随你了嘛，那个嘛要透气凉爽一点。啊，行不行？这个。换了一个帽子，那个比较太透气了，要个厚一点的防抗晒啊。呀，这个大巴跑的可不远啊，黑龙江、闽、福建，云 A 昆明啊，云 P 是哪里来着？忘记了，云 L 应该就是这里的。看，阿姨特别热情，非得让我买一个，咱就捧捧场。怎么没带过这玩意儿呢？我这个带起来冰凉了。啊，带上就冰凉了。我们你带嘛，带上你的带上。哎，我嫌带这个婆婆妈妈的，不嫌婆婆妈妈累得慌。这个这样吧，哎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是冰凉的。哦，带上冰凉。看这个披肩不错哈，很漂亮。我想着给秀丽买一个，这个要这个50-60块吧。白色披哪一条？你白色的披一个看一下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后来有些人他总喜欢那样。行，我挑一个颜色吧。他冷的时候他又那样偏，他又没有。哦，可以当围脖。哎，他是两又白的话。好。我给你挑啊，你看啊。这个是什么？雪梨、嗯，这本地产的吗？对，当地产的5个，你看。你来到这里，你都不由自主的买东西，因为这边的大姐太热情了。拿5个吧。嗯，给你5个啊。咱没吃过这个雪梨，啊。这都是跟团过来的，啊。马上要进那个三塔寺了。崇圣寺三塔啊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。在这个崇圣寺哈，左侧右侧都有2个这个大狮子，非常的气势宏伟啊，哈哈啊，咱这个今天先不吃饭了，咱先去里边去转转啊。咱再到这个门口这边来合张影。可以吧，来个全景的，1、2、3，卡。
门票呢刚刚够过了啊，75元，现在咱刷票进去。三塔自古以来就以神奇闻名，它以土为基，却屹立千年，没有地宫却有天宫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上面呢写了几个大字哈，永镇山川，来一张。一二 OK， 再来一张一辈子吧，好吧。好。一二 OK， 好，谢谢，看一下，不客气。刚刚呢帮他们拍了个照啊，咱现在往上面走看一看。太渴了啊，冰箱搞了一瓶水，红茶在这边卖6块，拿了矿泉水3块钱。再往后走就是观音殿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，这两边的迎客松特别的茂盛。这边的海拔是2080，啊，做旅游哈，其实是像很累的工作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。现在呢，我们走上的是天王殿。左右两边都是罗汉殿，咱现在再往上就是大雄宝殿。这个要好好的去读一读了。我从天王殿出来了，啊，后边是慈航普渡啊。现在呢走下去到大门口那里去吃点东西啊。我听那个工作人员讲的啊，他说到走下去得有个1公里多
还是挺累的。现在我走下来了，走下来感觉没这么累。现在是3:25，如果说你来这里来旅游，你一定要吃饱，买个门票进来，不要像我一样傻乎乎的啊！早饭没吃，中午饭没吃，体力不支。总算找到出口了，我以为是从近邻那边出。现在我又穿到这个大门口了啊，有点下雨了啊，上面有乌云，应该是下不大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一棵菩提树啊，最少有50年了。35块要了一份小炒肉啊，这是米饭，这是老板给弄的茶，这个餐具呢是2块一套啊。饿毁了。不浪费啊，哎呀真得劲。今天计划着到丽江的，我看到不了了，这都4点钟了，找地方露营，在这附近住。这个视频呢有点长哈，能看到现在的一定是有耐心的朋友，感谢你的点赞，下期见。